我们这边有靠这个电池驱动的钟，像这种电的钟的话，它的重锤就是装饰，它是用木头或塑料做的，你就不用去拉它。然后它里面是长这个样子，它就是一般的电子钟。然后不管是这种电池还是机械，它都有开关可以把这个孤脑声音关掉，就是半夜会吵。比如说这个电池，它这个有一个开关在这边，然后还有个感光的零件在这边，如果光线暗掉的话，它也是自动会关掉的。然后像是机械的话呢，它旁边有个拉杆。就是往上推的话，它也是就是安静模式，然后往下推就正常。然后我最后要讲是这顶帽子，这个是当地传统黑森林的服饰，有时候女生在这里看到，这个女生就是戴这个帽子。对，戴这个帽子一说，这个女生是单身，她是未婚的。如果她结过婚，她结过婚就戴黑色的帽子。所以这个钟看到这个女生戴着帽子，你知道她是单身的，然后她是当地传统黑森林的样子。我们上面大概还有100多个钟，可以慢慢看，都是可以拍。